油条作为早点的热卖品，其实在家也能做出来。按照屏幕上方这些配方，合成面团，醒面两小时。拿出来，表面撒上面粉，把它擀成长条，用刀切成小段，用竹签在面团中间沾点水，提高它的粘性。两块面团相叠加，用刀背把两块面团压紧，把面团拉长，六成油温下锅炸，边炸边翻滚，一定要不停地翻滚，它的膨胀效果才会更好。炸至表面金黄即可捞出沥干油。这种油条香酥可口，你想吃吗？如果你不知道吃啥做啥，记得来我这边找灵感哦。